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例句当中的话呢，这里会准备两个，那么其中看完之后，大家自己看看到底属于是先做好准备还是保持下去呢？第一句话，教科書の学習内容を少し予習しておきました。我们从后往前看，这个连词预习予習，它的动词形式是予習します。好，那么首先我们将这个动词先把它变成梯形之后，那看到します变成梯形是直接变成して，再加上おきます。那么这个词它是可以灵活使用的。那么在这里，它把它变成了过去式，おく变成ます是おきます，过去式就是おきました。那么如果我们只翻译这一节的话，叫做我已经提前的预习过了。再读一次，予習しておきました。好，怎么样提前预习呢？少し，稍微提前预习了一下。哦，宾格助词，那预习的内容是什么呢？学习内容，什么样的呢？教科书的。所以翻过来就是，我已经将教科书当中的学习内容和知识已经稍微提前的复习过了。好，我们再读一次，教科書の学習内容を少し予習しておきました。好，那么现在已经看过的第一个意思叫事先做过，来接着看一下第二个，保持下去的。しばらく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好，我们从后往前看，首先看这个词，して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します，做这个事情。します可以指很多意思，所以呢，这句话因为在课文当中呢是一个句子，我们在这里只看到其中一节，所以你不知道它是指什么意思。好，那首先します变成梯形，变成して加上おいてください。那这个おいてください还是由这个词来的。我说过，这个おく是可以灵活使用的。比如上一句话当中，它变的是おきました，表示我已经提前做好准备。而这句话おく如果把它变成梯形的话，是把く改成いて，变成おいて，变成おいて之后再加ください，就变成了おいてください，就请保持下去。什么东西呢？我们再看，そのまま，その是那，妈妈是保持不变，そのまま是翻译成就那么，そのまま。好，しばらく是时间当中的一个暂且、一会儿的意思，合起来翻译就是，那先暂时保持那样一会儿不变吧。再读一次。しばらく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还是那句话，因为します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什么，在课文当中，到时候咱们再看一看。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这个 stay 的方式有很多。那比如说，你端着一个东西要拍一张照片，但这个照片的角度没找好，所以你只能先端着，先保持那个位置，就那样端着先。所以你可以理解为しばらく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好，那么所以的话，这个します就要看那个语境到底你是指什么事情，请保持，继续保持一会儿。好，那么看完两句话之后，现在我们来逐一的讲解。首先看到第一个意思是事先做好某种准备，第一个情况事先做好某种准备。那么接下来的例句当中呢，都是这一个含义的。第一句话，先に電話をかけておいて、友達を訪ねる方がいいでしょう。好，我们来看到前面第一句话，電話をかける。这个かけて是由一个动词かける变来的，かける是拨打的意思啊。那先に是先，先に電話をかける是先打个电话或者打个电话先。那么かける它是一个几段动词呢？对，它是一个一段动词。那么它一段动词变成 te 的话，是直接去录为 te 就可以了。变成 te 之后的 oku，因为这句话的前后需要，它把它再次变成 te 形，因为 te 形能够使两句话连接，所以 kakete oite 是，那你先给同学或者朋友打个电话，然后再 tomodachi o tazuneru。那这个地方的 tazuneru 是造访和拜访，比如说去朋友家造访。hogai 在比较句型当中，hogai 建议的意思是最好，这样做是最好的。でしょう是说话人的一种主张或者推测。好，那因此这句话的翻译是，我认为应该是先打个电话，然后再去拜访朋友，这样不是更好吗？来，再读一次。先に電話をかけておいて、友達を訪ねる方がいいでしょう。好，我们来再看下一句。昼ごはんと一緒に、晩ごはんも作っておいて、仕事に出かけました。昼ごはん是午餐，晩ごはん是晚餐。
都一緒に一起，も是也，作って是做做饭的意思。那么做这个单词变成贴形，好，它的原型呢是一个五段动词啊，作る。那么作る变成贴形的话，那么る要变成小词加で，变成贴形之后再加おく。那么如果你凡是看到おく又变成贴形呢，应该是做连接。好，事先做好了什么呢？午餐，同时呢晚餐，都一緒に是一起，那就是说我在做这个午餐的同时，也提前的把晚餐也做好了。完了之后呢，仕事に出かけました，出かけました出去了，然后出去的目的呢是为了工作，意思是说这个人在做午餐的时候也提前将晚餐做好，之后就出去上班和工作了。好，我们再读一次。昼ごはんと一緒に晩ごはんも作っておいて仕事に出かけました。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再看到第三句话。普段，普段的意思是平时。しっかり是一个副词，表示好好的或者是程度比较高的。勉強しておけば，好，终于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勉強します，首先变成贴形是变成勉強して。好，那个おく在这里变成了おけば，一看到了ば就属于假定型，那么ば也叫做ば型，那ば就是如果和假设，它只适用于动词和形容词。那おく显然它是一个动词，那么动词变成这个ば型的话呢，有几个要求，比如说这个おく的话属于五段动词，五段动词的话呢是把第三段变为四段，那么く的第四个就是かきくけ，变成け。再加上吧，就变成 OK 吧，就是如果提前做好学习工作，好，しっかり是好好的，普段是平时，意思是如果平时你就提前的好好的准备了学习的话，后半句呢，試験の前に，那么在考试前夕，そんなに如此的那么的遅くまで，直到很晚的勉強しなくてもいい，不必那样子学习也可以的。なくてもいい叫做不怎么样也行，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平时你就好好努力的学习的话，那么你就不必在考试前如此的复习到很晚了。好，我们再读一次。普段しっかり勉強しておけば、試験の前にそんなに遅くまで勉強しなくてもいい。记得なくてもいい是不怎样也可以。好，通过这三个例句，大家知道这个丢哭的第一个含义叫事先做好某种准备，应该充分的理解了。而且跟大家强调过多次的是，おく它是可以随时的灵活使用的。如这里的两句话，把它变成おいて是为了做连接，而这句话的おけば是把它变成假设关系，如果提前，所以它还能变成更多其他的意思。那我们就看前后文的一个搭配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二项意思是让某种状态持续保持下去。那刚刚我们看过一个例子是しばらく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请就那么保持下去一会儿时间。好，我们来再看一下第一句话，これは这个东西是記念に作为纪念，残した残留下来的遗留下来的，好，变成おいてください。我们来先看这个单词啊，好，残る这个单词它变成了残す。哦，它这个字打错了。喂喂，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第一句，これは这个东西是記念纪念，記念に作为纪念，残して这个单词来自于残す，残す，残す的意思是留下。那么残す它是一个五段动词，它变成贴形就会变成して残して。好，再看这个部分。おいてください，就是おく这个词首先变成贴形おいて，再加ください，请保持。好，那在这句话当中，在第二个 B 类的意思当中，这几句例句都是这一个意思，表示保持啊，意思是说请留下来，怎么样呢？作为纪念，これ是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礼物或者一个什么东西，那根据两个人说话的情况摆在面前说，これは旅行の記念に，或者直接说記念に，这个作为纪念或作为旅行的纪念，请留下吧。好，我们再读一次。
これは記念に残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好、继续我们来看到下一句。ぜひ一定を受け取りください。受け取り是留下或者收下。好，那么前面的を加后面的ください是请，意思是请一定收下。再读一次，ぜひを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ぜひを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と言ったので、ので因为言った说了。因为说了一句请一定收下所以もらっておきました所以我就拿回了或者我就收下了这个もらって来自于もらう收下拿到的意思那もらう变成贴形就变成了もらって小词加て好变成贴形之后再加上这个词おく的过去式おきました表示这个事情我已经保持下来了好这个保持呢它不是一个意思它只是一个语境咱们翻译的时候得根据前后文那这句话就是因为对方都说了请您一定收下所以我就照单收下了保持了这个状态再读一次ぜひ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と言ったのでもらっておきました好那么第一个でおく我们就讲到这里记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示提前做好某种准备第二个是请保持下去好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句型第二个句型是动词的存续体存续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词贴形再加上ある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用首先第一个情况是这个语法的构成是由动词先变成贴形之后再加上补助动词ある所构成的大家知道ある只是存在句型当中表示有或者是在的意思那当然在这句话当中它已经不是之前所学习的那个单纯的意思那么一定要做一个组合再强调一下这个组合是先将动词变成贴形再加上ある构成贴ある那么这样的使用方式它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它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好第一个目的是表示某人的动作的结果所造成的状态依然存在好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呢举个例子那我在墙上挂了一幅画这是我人为所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这幅画呢依然存在于这个墙上那每一个进到房间的人就看到了我行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而且这幅画依然存在于墙上这就是这个解释好记得是表示某人动作的结果这个结果所造成的状态依然存在好然后待会儿我们会在例句当中一一会去强调那它第二个作用呢是表示事先已经做好了某件事情那么这个说法呢和刚刚那个 deuku 有点点雷同那么所以它主要的意思是表示状态依然存在而且是强调人为的一个动作依然存在首先我们看一下课文当中一句原文壁には在墙上地理の勉強のためのダメの这个地方是表示目的为了什么的什么为了地理知识的学习的中国地图中国地图が貼ってあります好这个单词来自于张贴这是我们刚刚在词汇一当中已经提到过的貼る这个词变成贴形就变成了小词加で貼って变成贴形之后加上あります构成了整个语法貼ってあります翻得简单点就是我们发现墙壁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什么样的中国地图呢挂着一幅为了我学习地理知识而挂上的中国地图好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人把地图挂在了墙上并且这个人造成的结果依然存在好因此呢这个叫做状态依然存在再读一次壁には地理の勉強のための中国地図が貼ってあります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讲解首先第一个叫做状态的依然存在我们继续来看这一点来看到第一个例句日記には在日记里旅行について有关什么的詳しく書いてあります好这句话是比较简单的这个详细读作詳しい詳しい它是一个形容词詳しい那把一改成 Q 的话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副词它就可以修饰后面的动作了好这个单词写它读作 Kaku Kaku 首先要变成贴形是不是所以 Q 就变成 ite 再加 arimasu
你翻译的时候还是翻译成写，这个 dearimas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就是你在翻译的时候不需要增加一些单词，你就直接翻译成写了。好，怎么样的写的呢？詳しく書いてあります，详细的写到了。好，有关什么方面呢？旅行方面，在哪里呢？日记里。所以翻译过来就是我在日记里就旅行方面详细的写了一些东西。那因此我的状态依然存在的是这些内容依然存在于日记当中，每次打开它的结果依然存在。好的，来我们继续看到第二句话。コップは这个杯子。みんな、みんな就是都所有的。下の部屋に置いてあって。都放到了下面那个房间了。好，你看下の部屋是下面的房间，比方说一楼的，我们现在二楼下面的房间。置いて、置いて就是置く这个词放置变贴形。置いて、あって是由于这个ある这个词啊，它在连接的时候，你看一句话没说完，打了一个顿号，那么它也可以变成贴形连接，说明这个ある它也可以灵活使用，它可以变成あります，也可以变成あって，也可以变成过去式，也可以变成否定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この部屋にはありません。那意思是说这个杯子呢放在了下面那间房，所以并不在这间房。好，再读一次。コップはみんな下の部屋に置いてあって、この部屋にはありません。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テーブルに在餐桌上、食器が並べてあります。这个单词。ならべる，它是一个一段动词，把る去掉，直接变て，就变成了ならべて，再加あります，意思是摆在了上面。什么东西摆在上面了呢？餐具摆在哪儿了呢？に，这个地方的に是表什么？表示存在的地点和空间，意思是说桌上摆着餐具。好，那为什么叫依然存在呢？因为你人摆上去，首先是一个人为的动作，并且第二个人进来之后会发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那么因此这个状态就结果依然存在于此，所以这个就叫做人为的动作，强调造成的结果状态依然存在了。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这儿。同时呢，我们现在针对于它的第二个意思，表事先已做好了某件事情，来举例子。第一个句子，我们看一下。約束はしてあります。好，約束是名词，叫做约定，或者是我们说的安排。好，这个地方的して就是来自于动词的する，也就是我们说的ます形当中的します。那么します变成贴形，自然直接变成して，再加あります，你就翻译成已经事先约过了。好，也有同学说，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不用お呢？不是动作对象应该用お吗？没错，其实这句话用わ用お都是可以的。你看。你怎么去理解？如果是填蛙，就说明你是要把约定这个词作为主语。我们说约定的话已经搞定了，或者是安排已经搞定了。如果填乌的话，就等于你把它视作宾语，你就这么翻译：我们已经将雅库索库已经做好了，已经将安排做好了。所以我们这句话的翻译就是说，我们的约定已经安排好了。好，我们来再看到第五句，必ず一定务必行く要去。都言ってありますから，因为我说了要去啊，这个から是表示因为，行く这个单词原型是行く，它是一个五段动词，变成贴形是小词啊。言ってあります事先说了，から因为事先说了我一定去，都表引用格助词。好，因为我说了一定会去，所以きっと一定。待っている。待っている是等待的意思，でしょう，でしょう是推测。好，再读一次。必ず行くと言ってありますから、きっと待っているでしょう。因为说了一定会去，所以我想现在一概在等的人嘛。好，这个地方待っている是等待着，现在在等待着那个要去的人。好的。好，那接下来这个である我们做一下总结。首先，第一个である的主要功能是。对，表示人为所造成的结果及状态依然存在。第二个是强调已经事先将某个动作已经做好了。好的，那我们这个就讲到这儿。好，接下来进入到第四个用法，动词的完成体でしまう，
大家发现到今天我们学的几个语法，连续看到三个，都有个共同特点，都是把动词首先变成推形，然后再加上不同的词表示不同的含义。那比如说这个完成体的 decimal 意思还是挺多的。首先从它的构成上来讲，一样的，首先将动词变成推形，变成推形之后再加上补助动词 decimal 就构成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表示动作作用的全部的结束和完成。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动词看书啊，这个词读作 読む。好，那么 読む 的话呢，变成推形的话是变成読んで。变成 読んで 之后加しまう，合起来就是読んでしまう。好，那这样的话 読んでしまう 的意思就是表示彻底的看完了。好，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待会儿我们会看例句啊。好，我们来再看到第二个，表示事情呢已至此的话呢，已经无法挽回的一种遗憾心情。好，比方说邻居家的这个小狗生病，已经离开我们死了。亡くなる是死亡的意思，隔壁的这个小狗或者小猫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觉得很遗憾，这种心情也可以表达。比方说亡くなる它是一个五段动词，首先你要把它变成贴形，亡くなって变成贴形之后呢，加上しまう，甚至这个しまう你还可以变成过去式しまった，意思是隔壁家的这个宠物已经完全彻底离开我们了，很遗憾的心情，事已至此无可挽回的遗憾心情。好，我们来再看到例句啊。好，这两个例句，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课文当中的原文。李さんは手が滑って，这个手が滑って就是手一打滑，然后呢，コップを把杯子一つ一个杯子，割る这个单词啊，原型是打破、打碎的意思，它是一个五段动词，变成小词加で之后，再加上しまいました。你看这个しまう它是可以随时变的，你可以变成肯定的しまいます，可以变成过去式しまいました，甚至为了口语你还能将这个しまいました变成しまった简体形式也可以。好， Lisa 呢因为手一打滑呢，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杯子给打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表示已造成了一个无卡挽回，这个杯子已经坏了，已经修不好了，对吗？好，所以到底是表示完成结束还是表遗憾心情，你完全要通过全句话去分析它。好，我们首先针对于这样的情况两个例子，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例句啊，然后看完之后你来看它到底是表示完成呢还是遗憾的。第一，この本は，这个主语啊，这本书もう已经読んでしまいました，这句话不就是我刚刚举过那个例子吗？読んで就是读啊，読んでしまいました就是完全读过了，这本书完全看完了，所以很明显它是属于第一个意思，完全的结束掉。好，来再看到第二个，もう長い間，長い間是长时间以来，もう長い間使っていないから，我们来先看到这个部分，使っていない这个词其实就是动词啊，使用这个词变成使っている，使っている表示一直使用，那把这个いる变成ない就变成了使っていない，就表示很长时间都没用了。から干嘛呢？表原因，因为もう呢已经，因为已经有很长时间一直没用过了，所以呢使い方，这个机器或这个东西仪器的使用方式啊，作为主语啊，忘れてしまっただろう，忘れてしまった。那这句话的忘れてしまった是把动词忘记这个单词，忘れる变成贴形，忘れてしまった，彻底的忘记了。好的，我们再读一次，もう長い間使っていないから，使い方は忘れてしまっただろう。だろう是推测，だろう跟でしょう的意思是一样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第三句。あの人は，那个人，病気で，名词如果加で的话，一般呢不是做连接，那就是表原因。那个人呢因为生病啊，35歳で，在35岁的时候呢，死んでしまいました。好，这个时候这个单词来自于死亡，死ぬ，这个词比我刚刚讲的那个亡くなる啊更加直接一点啊，它变成贴形死んで再加しまいました，就是离开了。所以你说这句话肯定是第二个含义，表示遗憾的心情。
好，通过这三句话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属于 A 类，第二个是属于这个 B 类的，所以我们说它到底是表示完成、结束还是遗憾，完全要看这两句话它前后文的关系。好，再跟大家复习一次，对，动词推形加西马五，要不表示动作完全结束，要不就是表示遗憾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五个点，第五个点呢就是讲妈妈。好，这个妈妈这个词是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它的意思是表示一如原样照旧的，经常说的形式，比方说就这么，このまま，就那么，そのまま，这种用的比较多一点点。好，经常还会用动词的形式和它组合，或者名字的形式跟它组合。那我们来一一来看看。首先第一种情况是动词，那为了让大家更加的容易理解呢，我会把书上的一些文章把它进行表格化，让大家更加的清楚和容易的理解。首先妈妈的使用是非常多的，那首先从第一个词性来看，动词，动词在接妈妈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搭型，搭妈妈。好，动词一定要变成搭型，那记得动词的搭型和哪个变形是一样的呢？就是动词贴型，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靴を履いたまま，这个单当中，首先这个单词你看一下，它是穿着的意思，它是履く，那么穿鞋子就应该说靴を履く，对吗？那靴を履く的话呢，那这个单词把它变成他型，那么五段动词如果是く结尾的话，是变成いた，那就变成了履いた，履いた再加妈妈就变成了履いた妈妈，叫做穿着鞋子就怎么怎么，因为它表示原样或照旧，比方说穿着鞋子就走进来了，好，保持着穿着鞋子的状态。好，动词搞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形容词本身以什么结尾呢？一结尾。那么以一结尾之后呢，直接加妈妈，表示保持那种状态。比方说这句话，金钱ない没有，金がない没钱，金がないまま，意思是说一直没钱，或者一直保持着没钱的状态。好的，继续往下面看。那么形容动词，形容动词在修饰名词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在后面加上一个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妈妈其实是一个名词啊。好，形容动词那加妈妈表示那种状态保持不变，比方说新鲜这个词，新鲜的，新鲜那加妈妈，新鲜那妈妈，保持着新鲜状态，照旧的，原样的。好，最后名词用的比较多，名词的话，既然名词遇到名词用什么连接呢？ no， 对的。好，比方说靴是鞋子，妈妈加上一个 no， 靴の妈妈。那くつのま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就是默认指穿着鞋的状态。换句话说，第一句话和这句话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利用动词，一个是用名词。好，我们读一下くつのまま，くつのまま。好，看完每个字怎么接了，我们来看看放到句子当中会怎么样使用。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句句子啊，くつを履いたまま，穿着鞋子，然后呢，履いてもいいですか？初级语法当中学过这个叫做 demo いいですか？叫可以吗？はいでもいいですか？可以进来吗？再把前句话加进去，我可以就这么穿着鞋子进来吗？你看是不是表示原样照旧？你刚刚是穿着的，现在也是穿着的，可以这样做吗？再读一次，靴を履いたまま、はいでもいいですか？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第一个，窓を開けたまま。阿克达来自于打开这个词，因为有些词啊它没有写汉字，其实有的是有的，当然你不写汉字也可以省略这个汉字的写法。那阿克鲁的话呢，它把 lu 去掉直接变成哒，我说过动词要怎么接妈妈，动词要把它变成他行。阿克鲁的话呢，它是一个几段动词呢？一段动词，这个一段动词呢变成他行是最容易的，去 lu 就可以了。好，那阿克达妈妈就是开着窗户，好，结束了，保持着开着窗户的状态之后呢，寝ています，睡觉，开着窗户睡觉。来，再读一次，窓を開けたまま寝ています。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疲れているので，疲れている是劳累的意思，它是由疲れる变成疲れている，表示现在处于劳累的状态。疲れているので，ので是因为现在处于劳累的状态，所以呢，椅子に座ったまま。意思是椅子，座る，座る是坐下的意思，把它变成他形就座った，坐在椅子上。这个你表示人物的附着点，附着在椅子上。好，椅子に座ったまま，
就是说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就寝てしまいました，就这么睡着了。正好在这句话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上一句语法的出现，把动词变成 T 型，寝てしまいました。那这句话是表示彻底的睡着了，属于第一种情况啊。好，我们来读一下，疲れているので椅子に座ったまま寝てしまいました。好，我们来看到第三句，靴のまま，靴のまま就相当于靴を履いたまま的效果。刚刚是不是已经提过了？穿着鞋子，履いてください，意思是说别那么客气啊，不用脱鞋了，就穿着鞋子进来吧，保持那个状态，因为保持原样照旧的啊。靴のまま履いてください，这个比较容易。最后一句，何も什么都，入れ是入れる这个词，放入的意思，放进去的意思。那么入れない是什么都不放。何も入れない，比方说喝牛奶、喝咖啡的时候，什么都不放。そのまま就那么，你看啊，その它是一个代词，它并不是名词。名词一般要加のまま，对吗？比方说这句话，靴のまま。但是呢，像このそのあの这样的代词，它可以直接加まま。那么このまま就是就这么，そのまま呢是就那么。飲みます，就那么喝，什么都不放就那么喝。再读一次，何も入れないでそのまま飲みます。好，わかりました。这个语法我们就讲到这里。记得妈妈有几个情况，动词呢是一定要变成搭型加妈妈。那么形容词呢是以意解为直接加妈妈，形容动词呢是那妈妈，名词是 no 妈妈。那如果是代词 kono sono 是直接加妈妈，表示原样照旧，就那么的如何如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比框助动词 yoda， 它表示委婉的推断，也就是我们说的推测。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要怎么使用，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首先是表示说话人根据一种印象或自身的感觉做出的直觉性的推测，那说明这种推测是非常主观，也就是说凭自己感觉去推测，但其真实结果有可能被你说中，但也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它很主观。我们再讲一次，关键词是根据自己的印象，而且是根据自己的直觉感觉来直觉做出推断，比较主观的。好，也就是正确性没有太多的保证。好，另外它的中文翻译会翻译成呢似乎、仿佛、好像。而这个 yoda 还是一个比较简化的形式，它的礼貌形式一般会说なになに yodes，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だ和 this 是一个作用，你看你要说哪一种。 yoda 是简体， yodes 是礼貌体。好，我们来直接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语法会经常和一些副词搭配使用，比方说经常和どうやら、どうも等副词去呼应，来加强语气。那どうやら和どうも待会儿我们在课文当中就会出现，どうやら和どうも的中文意思就是似乎、大概。好，我们来看到，首先接续方式给大家罗列一张表，让大家更加清楚地理解到这个 yodes 怎么去接的。首先我们来看动词，动词的话一般是简体直接加 yodes。 那么动词简体包括了它的基本型、它的这个 nai 型，还有它的这个搭型都算作。好，举个例子看这句话啊，会議がある，这句话当中的动词在这里，看到没有，ある是有会议，那加上个 yodes 呢，对，好像有会议。那如果说好像没有会议呢，对，那这个ある就变成没有的 nai。好，我们再读一次，好像有会议，会議があるようです。好像没有会议，会議がないようです。好，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是怎么接ようです的。形容词用简体，形容词的简体就包括了形容词的肯定、否定、过去肯定和过去否定。比方说，热的暑い，否定暑くない，过去式暑かった，过去否定あつくなかった，这四个形式都属于简体啊。我们来看到这句话，体が弱い，身体弱，这是一个形容词，一结尾弱です，好像身体比较的虚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形容动词。形容动词的话呢，是形容动词要加一个な，再加弱です。来看到这句话，魚が新鮮なようです。新鮮な是形容动词新鲜的意思，又好像鱼很新鲜。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根据个人的印象和直觉，它可能是新鲜的，有可能并不是。好，那这个它的强调点是在于直觉，
而没有强调准确性啊。好，我们来看到最后的名词加のようです。好，举个例子啊，あの人は那个人リさんのようです。リさん是名词，人物名词啊。リさんのようです，那个人好像是小李，那有可能是真是小李，也有可能就不是，你给认错了。所以我们说这个ようです主观性较强，那主观性较强就意味着它的准确率其实较低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例句当中的原文。第一句，留学生センターでは、センター中心，留学生中心。明日明天新学期の新学期的会議があるようです。好，ある是动词的这个原型啊。那好像留学生中心明天有一场新学期的会议呢。好像，比如说从哪里道听途说的，或者自己就是从自己的直觉观察到的。好，有可能是真有，也有可能没有。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动词的情况，我们找到了啊。好，我们来再看一句啊。第一个例句，向こう，向こう，向こう是我的对面啊，我对面。向こうから从我的对面，歩いてくる，歩いて是走着，歩いてくる，这くる就是那个来自，歩いてくる就是朝我走来的。のは这个のは是指代，指代这个リさん，对吧？这个人啊，リさんのようですね。名词要加の，再加ようです。好像从我的对面靠我走过来的那个人是小李呢。来，你再读一次。向こうから歩いてくるのはリさんのようですね。好，我们来看到第二句。前の方，这个方字有好几个读音啊，可以读作方，也可以读作咔哒。一般读作咔哒的时候是表示人物，读作方的时候是表示位置或方向。好，那前の方就前方，前の方で在前方。哪里就是那个盒子，哪里嘎不确定有什么事儿来着，在前方有什么事儿来着。结果嘎阿达，这个阿达跟阿鲁不一样的是，阿鲁是即将会有，阿达是已经有了。那结果嘎阿达的意思是说已经有了事故。前の方で何か事故があったようですね，好像前面位置发生了什么事故似的。好，那我们来看到继续刚刚的呢名词呢。情况看到了动词的简体的情况了，那动词简体包括了原型、他型还有难易型啊。好，我们来再看第三句。山田さん，山田先生，また休んでいますね。また就是依然。好，那休んでいます是休息，那山田依然在休息吧。彼は他体が少し身体有点弱い弱。好，这个是形容词，形容词直接加ようですね。好，那身体还在休息吧？看来好像他的身子比较的弱呀。好，我们再读一次。山田さん、まだ休んでいますね。彼は少し、体が少し弱いようですね。好，那个ようだ，记得是表示一种委婉的推断，是一种比较主观的，根据自个人的直觉。但是呢，真实情况的话，那就不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七个用法啊，接续助词けれども。けれども其实还是用的非常多，而且是日剧和动漫当中出现频率超高的一个词啊。けれども有好几种说法，比方说它经常会浊化けれど这样子情况，就最后有两点啊，けれど，或者甚至再浊再这个简化一点变成けど。所以无论你听到的是けど还是けれど还是けれども都是一个意思。好，我们首先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去用，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啊。首先，けれども跟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接续助词が是很相似的。大家知道が这个词它也有转折的意思啊，但是呢，它区别于が来讲的话，它比が的语气要更柔和，けれども的语气要更柔和一点。好，我们来再看还有什么样的补充。它的口语形式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补充的，它有けれど和けど的两个形式。好，我们再读一下，有三个说法，一个是。けれども、けれども、けれど、けれど、けど、けど都可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它是前面不论你是接敬体呢，还是接礼貌体呢，都是可以的。好，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简体和礼貌体，我都举个例子，形容词，比方说いい。那它的礼貌体呢，就是在后面加个です，いいです。那么说这两个词是没有区别的，いい好，いいです也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けど我用最简单的放在后面，你说いいけど也可以，
いいですけど也可以，所以我们说它的简体和礼貌体直接加けど都是可以的。好，说了这么多之后，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思呢？首先，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做逆接。所谓逆接，就是中文当中我们说的转折关系，虽然好，但价格贵。比方说，刚好いいけど高い，对吧？虽然好，但是挺贵的。好，它有好几个功能。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折关系。那其次呢，它有单纯的接续或者是做前提。好，那么待会儿我们会例句当中看看这个前提，换句话说就是起一个铺垫的作用。比方说，我昨天去到哪里哪里，发现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首先呢，给你做一个前提，先描述一下，所以它也有这样的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是做转折，第二个呢是作为前提或者单独的作为接续。好，我们来看，还有第三个意思啊，是委婉的一种语气。这个委婉的语气呢，换句话说就是求人办事的时候或者提出个人见解的时候，把话题显得柔和一点，显得这个人说话没那么生硬或者没那么强势，使我的语气呢缓和下来啊，是这样一个作用。好，那我们来首先看到书上一个原文的例句，我们来看完这句话，翻译完之后大家自己猜猜看，它是属于这三个意思当中哪一个。讲完之后我会单独针对于每一个再单独做例句解释。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词啊，はっきり。はっきり是清楚的、清晰的。覚えていません。覚える是记住或掌握的意思。覚えています是一直记住。覚えていません是一直没记住，或者说一直记得不太清晰。好，はっきり覚えていませんけれど，意思是说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内容がちょっとちょっと有一点点，内容有一点点。長いようです。哎，这个ようです不是刚刚讲过的好像吗？好像这个内容呢有点长。好，那你看这两句话起到了一个作用啊，我们再读一次。はっきり覚えていませんけれど、内容がちょっと長いようです。我呢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好像那个内容是有点长来着。那大家觉得这两句话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说转折了吗？它好像也不是很强烈的转折。委婉语气吧，好像也没有觉得，没错，它是做一个前提，好，或者做一个接续铺垫一下，啊，先告诉你我记不大清楚了，但印象当中呢好像有点长。好，所以其实它针对于哪个意思啊，我们还是一句话，要把全文看完之后通过前后文去观察。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几组完全表示这个转折关系的词。部屋の番号，房间的号码。番号を聞いたのですけど，聞いた是表示我已经问过了房间号。のです强调一客观事实。哎呀，我的确是问过房间号了。可是呢，忘れてしまいました。那今天正好学过动词天形加しまいます或者しまいました，可以表示彻底的结束或者是完成。哎呀，虽然我已经问过那个房间号了，但是我彻底的又给忘了，所以说明它前后有转折。这个けど还可以是完整的形式。けれども也可以是けれど，这三个随便你选哪个都可以。好，我们来再看到第二句。難しい仕事でしたけど，難しい仕事是份什么样的工作呢？完成起来挺难的工作。でした，でした是过去式，表示我之前做那份差事还挺难的。けど虽然是一份非常难办的工作，但是呢，終わりまで，終わり是结束啊，まで是直到，那直到结束呢？やりました，我还是给做完了。意思是说，虽然是一个很难的工作，但我还是把它做到了全部结束为止。我已经帮它做完了。再读一次，難しい仕事でしたけど、終わりまでやりました。虽然很难，但是还是做完了，做到底了。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如何表示接续或者是表示前提的。说的简单点，它就相当于一个承上启下。我们来看看它在 B 项当中它是怎么样表达这种前提和承上启下的。第一句，ちょっと稍微，話したい，想说的，話します是说，話したい是想说，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意思是说我有要想说的话。けど还没说完，什么话呢？こ都合，都合是时机方便啊。都合はいかがですか？这个いかが就相当于どうですか？怎么样呢？好，整句话的翻译就是：我有点话稍微想给你谈一谈，不知道你时间允不允许呢？好，说明这个人还没有把内容告诉给你，但是他先前提告诉你，先要告诉你他有事情找你，看问你有没有时间，所以他是做一个
铺垫，先告诉一个前提在这里。好，继续方式，你看あります。あります是属于礼貌体，对不对？它是哪个词的礼貌体呢？ある。那给到了前面既能接礼貌体，也能接简体，所以我也可以说ちょっと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るけど、ありますけど，它前面怎么接都是对的啊。好，我们来再看第二句，还是做铺垫的啊，做这个前提的。私我山田ですけど，叫做山田。鈴木さん、林木、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这个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是谁的敬语呢？是いますか的敬语，意思是告诉你我是山田，不知道这个林木先生他在吗？就是当你去找别人的时候，你得先自报一下家门，然后完了之后呢，再去告诉他你今天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这句话的 get all 在这里也是前提。好，告诉你我叫某某某，那我想找的那位人他在不在？好，我们再读一次。私山田ですけど、鈴木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什么样是表示转折，什么样是表示前提。那么咱们继续往下看，那什么样又表达委婉的语气呢？所谓委婉的语气，就是当这个人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或者是表示反驳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话语呢语气弱化下来，好像显得不容易得罪人，同时呢又表达这个人讲话的一个意愿。好，我们来看到第一句话，ちょっとお願い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けど。好，这句话ちょっとお願い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けど没有了。你看到为什么要缓和语气呢？要不就是提出反对，要不就是求人办事儿的时候。那这句话很明显是在求人办事儿啊，我有一个事儿想稍微找你一下，好，后面再说，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内容。好，我们来再看第二句，それはなよく。よ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程度，一个是频率。这个不看完你还不知道是哪一个啊。わかっている，我很清楚。わかります，わかっている。为什么要用でいる呢？要表示一种状态，我非常清楚。よく看来是表程度了。それはよくわかっているけど，意思就是说我非常理解您说的那件事儿，或者您讲的那个道理。好，这个时候。给到出现在后面是表示语气，所以你发现什么样是表语气了？就表达个人主张、表反对，或者是表示求人办事的时候，在结束会加一个给到，就是为了表达一种委婉的语气。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质意思，你也没有翻译，你只是取代一个语气的作用。好，这个就讲到这里。好，最后来看到第八点，我们要讲的是这个ずつ的使用。在这个课文当中会几次的出现，而且呢它的出现的使用会有一些区别和不同，因此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ずつ的使用的条件。首先它接在少し或者是表示数量词的后面，比方说少しずつ一点点，或者是接在一个明确的数量词，比方说一个一個ずつ，两个二個ずつ，或者ひとつ、ふたつ这样的。好，那就是说ずつ的前面要不是少し，要不就是数量词，跟它去接合起来，或者是搭配使用。好，那继续往看啊，它的第一个用法是表示固定数量的反复出现，表示固定数量的反复出现。比方说一天这个感冒药一天要吃三次，那每天都是重复，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到第二个，表示均摊，这个均摊就是每，比方说这个每一百克，好，或者是每十瓶，好，或者是每十张，就怎么怎么样去评分，好，表均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课文当中一个原话，那我们再看看它到底是反复出现呢还是均摊呢。第一句话，レポートを書く，前面的这句话是写报告，ために大家知道是为了写报告，一冊一本，一冊の小説を少しずつ，我要把一部小说、一本小说少しずつ読んでいます，要去看完一本小说。好，我们来看啊，量词一冊放到名词前的时候呢，会加上一个の，一冊の小説を少しずつ。好，这个少しずつ就属于这个情况呢，少し或者是数量词表示ずつ，表示固定数量的反复出现。那少し字词就是我要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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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反复的去读这个文章。好，我们再读一次。レポートを書くために一冊の小説を少しずつ読んでいます。
我为了要写出一份读书报告呢，我要将一本小说呢，要反复的、反复的、仔细、仔细的、一点一点的去阅读它，这个意思。好，我们来首先看到第一个反复出现的例句。第一个，病気も，这个地方啊，病気も少しずつ良くなりました。我们从后往前看啊，这个词良い或者是いい，好的意思，把いい改成く，加上なる变成良くなる，变好了。良くなりました，已经变好了。少しずつ呢，一点一点的变好了。病気も已经，那我的感冒，我的生病已经逐步的、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表示呢？那固定的数量反复的出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变好了。好，当然，因为他借的这个词呢不够具体啊，少し一点到底是多少，这个就因人而异了。那有时候他会加一个具体的量词，比如说我要一本一本的看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量词了，出现了。毎日每天一時間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再加字词。一个小时，運動します。你看，是不是我每天拿出一个小时？那是不是这个量在反复的出现呢？好，再读一次，毎日一時間ずつ運動します。看完了反复出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均摊。它的第二个意思是表示均摊每和个。那分那个分摊均摊到底是怎么去使用的？我们来看例句啊。六十円の切手。第一种情况是60日元一张的邮票。都和100円の切手100元一张100元100日元一张的邮票哦，それぞれそれぞれ是各自各个5枚5张5枚ずつ各5张買いました，所以是不是各的意思表示均摊？那意思是说我要买5张60日元的同时，我还要买5张100块的，所以就是买10张。所以在听力初级考试的时候，经常喜欢用这个字词去考你对字词是否理解。比方说这句话考你，那一共是几张呢？那一共就是10张邮票，对不对？或者问你那一共是多少钱呢？那应该就是60×5再加上100×5的总量。所以这个字词在听力当中超级喜欢考。再读一次。60円の切手と100円の切手をそれぞれ5枚ずつ買いました。我买了60日元的邮票5张，以及100元的邮票5张。好，我们再看一句，一人一个人，三つ三个，这个呢是固定时间内出现的次数，可以理解为是频率。一人に三つずつ渡します。这个单词来自于渡す，渡す就是交或者给或者递过去。就是每个人给三个，每个人递3张，每个人给3个。好，那这个因为没有说三个什么东西，当然这个不用去纠结，比如说三个苹果，或3个面包，或3个行李，好之类的。好，所以现在理解了，这个ずつ要不就是放在数量词和这个少しの后面，表示反复的一点点的出现；要不就是表示均摊，每一种什么东西各多少个。好的，这个讲到这里，我们来看到第九个，动词的连用型加上ようになる。或者是动词谓人形加上なくなる，那首先每个的意思不一样啊。如果第一个的话是表示变得怎么怎么了，第二个呢是变得不怎么怎么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个变化在哪里呢？都有一个なる，看到没有？なる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变得，那是变得怎么样了？一个是ように，一个是なく。这个なく是来自于那个ない，没有。所以把一改为く加那里就是变得没了，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具体怎么说，我们一个一个再来看。首先第一个情况，表示能力或者状态等变化的结果，比方说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了，这个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差了，或者变得不够怎么样了，所以它是指的一种能力或者一种状态变化的结果，它是通用于两种的解释。好，那么上接动词时表示有了新的习惯。好，那举个例子，他已经开始慢慢的运动了。举个例子，运动，运动，动词形式是运动する。如果说这个人已经开始变得运动起来了，是不是表示一个人有了新的习惯呢？那就是运动するようになる。当然这个ようになる，这个なる你还可以变成なります。那现在我要说他已经变得不运动了呢，那就是運動する，把这个
思路要进行一个变化，变成耐形。首先，好，把这个思路去掉，把思路变成什么形呢？变成未然形。未然形就是变成耐形，变成しない。好，那運動しない是不是就是不运动呢？再把这个不运动当中的一去掉，变成く加上なる，叫運動しなくなる，是不是变成了那个なくなる呢？好的，那就是变得不再运动了。好，那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来看看，比方说学习勉強，勉強它的动词形式呢是勉強する，勉強する。好，那勉強する这个词，你现在我要变得要用肯定形式，这个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努力学习了，怎么办呢？勉強する。好，动词的连体形，那这个する就是连体形，就是基本形和大型都算是连体形啊。好，那就直接加上这个ようになる，就是说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努力学习了。勉強するようになる，或者ようになります。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人变得不学习了，怎么办呢？把思路变成，首先变成不学习，变成しない，变成しない之后呢，把一去掉，改为くなる。这样是不是就有了なくなる呢？好，那就是勉強しなくなる，勉強しなくなる，或者这个なくなる还可以变成勉強しなくなります，你还可以把它变成ます形，意思是变得不怎么学习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第一个，そうすれば，第一句话当中的そう那样，すれば来自于动词する。思路变成すれば的意思就表示那么做的话。第二个きっとよくわ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す。好，到底是表示结果还是表示新的习惯，我们还是通过 全句话来进行分析。那么前面第一句话きっと是一定，よくわかる，在这个地方よく表程度，一定会非常的明白，ようになります。在这里指的是如果那么做的话，我们一定能弄得非常清楚。那明显在这里是表示一种变化的结果，那么做结果就是会弄得更加清楚和明白。那么这里わかる是动词的连体形式。好，记得动词连体形加ようになる是表示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或者习惯有发生变化。如果是动词未然形，比方说ない的话，那么把一改为なくなる就会表示变得不怎么。现在咱们看的这个是肯定形式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变得不怎么样的例句。这句话来看一下，読んでいると、読んでいる、看、読んでいる表示持续的看，看书或者是看报纸的看。読んでいると，那如果一直往后看下去的话，誰が誰だ、わからなくなります。我们来看这句话的誰和誰两次出现是人称疑问代词谁的意思，が是强调谁是，だ是断定助词，だ就相当于 this。换句话说，誰が誰だ就是到底谁是谁呢？在课文当中，这句话是说他看一部小说，看了看了之后，发现都弄不清当中的人物谁是谁了，这个意思。誰が誰だ、わからなくなります。这句话，わかる是知道，变成わからない就是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未然形加ない，表示不清楚。那わからないで一去掉，再加上くなります，就变成了现在所呈现出来的わからなくなります，就是表示弄得不清楚也不明白了。好，我们来再来读一下这句话。読んでいると誰が誰だわからなくなります。好，这两句是我们课文当中的一个原文。那现在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句啊。那第一句，我们来看一下，今は现在。中国語が上手になったので，我们先往后面看。ので是因为，上手になった，になった是表示变化，上手になった变得有进步、有长进了。中国語が汉语，那意思是说，因为现在的汉语水平有所提高了。后半句一人で，で表范围一个人。買い物も买东西、购物这个事情できる。できる是可以做到，或者是能办到。那看到这句话截止的时候，一人で買い物もできる，就是我一个人也能独自购物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表示了变化。对，意思是说，通过汉语的提高之后，我变得现在能一个人去购物了。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当然不需要把“变得”这两个字给加进去，会显得比较的生硬，所以我们要知道 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的语境就是告诉我们有变化了，但是你翻译的时候要不要把变化两字加进去，你自己酌情考虑。好，我们检查一下できる，这个是动词的一个肯定形式，也就是它的连体形。好，那因此它是表示这个情况有了变化。
好，我们来再看到第二句，リサも小李也お酒を酒飲むようになりました。只要你看到ようになりました，就表示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是怎么变的呢？从后往前看，お酒を飲む是喝酒，谁呢？リサ。而且格助词用的是も，是强调这个人也变得开始喝起酒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它是指一个人有了新的习惯，或者是纯粹的表示变化的结果。所以我们一定把全句话看完之后才能够明白。好，我们再读一下最后一句话：リサもお酒を飲むようになりました。好，那这句话看完之后，现在咱们还没看到这个なくなり的句子。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两句。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このごろ。この是这个 ，goro 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当中学的是左右的意思，那 この goro 其实在这里表示的是最近的意思，所以呢，它在后面恐怕会出现过去式，所以你看 masta 又出现，那最近怎么了？是变得怎么了，还是变得不怎么了？看完第一句 ，kare wa 这个人他 amari 不怎么，这个副词要接否定 ，benkyo shimasu 是学，那变成不学习的话，首先你在心里要想想，不学习是 benkyo shinai。在这个不学习的基础上，把一改为 ku 加なりました，就变得不学习了，变得不怎么学习了。他最近合起来就是最近他变得不怎么学习了，所以这个是变得不怎么了。好，来我们再看一句，最后一句，寒くなると寒い本来是形容词，那么把一改为 ku 加なる是形容词，我们的变化在第一次学过的。do 有如果就，那如果天气一变得冷的话，就朝早上早く早早的起きる起床。好，那么这是一个句子的关键部分已经出来了，叫早起，对吧？ことができない，你看，知道会可以是できます，那不会不可以不能呢？できない。如果这个句子只看到这里，叫做不可以早起或者无法早起，但是现在是变得。无法早起了，所以要把这个 できない 的一去掉，变为 く 加なります。但是有同学会问了，为什么有的是なります，有的是なりました呢？你记住，如果是なりました，表示这个情况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なります呢是将会发生这个现象。你看这句话是指，如果天气转凉的话，如果天气变冷的话，那么早上就会变得。不那么容易早起了，它是指将来将会发生的一个变化，好，表示一种预见性啊。好，我们来再读一次。寒くなると朝早く起き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りますね。好的，这句话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这个语法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要表示变化的话，注意两种，一个是肯定变化，一个是否定变化。肯定变化一般是连体型加ようになる，但是这个なる是可以活用的，也可能是なります，有可能是なりました。好，那么如果是否定形式变得不怎么样，一定是把动词变成ない之后，再把一改为 ku 加なる。同样，这句话的なる也可以变なります，或者是なりました。好的，那么语法的部分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课文部分的学习。